豆哥带你出门好不好了吧？好啊。走路，我们去菜市场啦。今天星期几啊？好忙碌的狗啊！因为又遛狗又带娃的，乐仔，乐仔，困了，乐仔。秋天太多人了，我们先去回妈吧。爸爸的买菜事业差不多要开始了，虽然我们今天不是来买菜，怎么样？我们今天是干啥？溜达。你不是要来吃热狗吗？热狗有没有开呀、啊？我想喝，我想喝咖啡。可以啊。咖啡买咖啡，买这家吗？买这家。截然不同的孩子，你介绍一下。这个是好像聋了的一样的孩子，什么都不 care， 然后这个好像焦虑到阿妈都不认得的孩子。我一裤子都是毛了。这个是令人操心的孩子。先帮我先买碗饭。对哎。我在等早餐。心心念念的一个礼拜的那个热狗，两个礼拜。哇，不一样，人家吃旋风土豆，我不喜欢吃旋风土豆。哦，还有胖妹是，这么像啊、还有胖妹是杂种的狗，人家是纯正的 Jack Russell。为什么跟我们这么像啊？你知道你要去玩啦，啊？Let's do. Let's do.
臭娃，臭娃。来，爸爸，妈妈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这不太够了。要抓住我，兔宝！好不好玩？现在怎么做的这个？好，你好看，这个没耶，没耶。哎，你帮我拍一下。来吧，宝宝，放进去。好，你看，最重要是有一个斜撑。啊！这只也有啊。哦。一代三的男人是谁？潘爸。不然不舒服。拉猪猪。哎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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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哔哩吧啦，哔哩吧啦，哔哩吧要哒啦，哔哩吧啦，哔哩吧啦。专门带下午场，早上晚上我负责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你想外婆来啊，是不是啊？没见过外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不能抓我的奶奶！外面是不是下雨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你怎么知道没？你想出门啊？你骗我，外面下雨，知不知道？